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它的功能的部分。那我们就先。那么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功能的部分。OK，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外观的部分。那它的外观呢？那我们先来跟大家。Thumbnail.